全部在刷鹿晗、哦、小鹿。Hello， 一直在来等你。完了，这个是代表昌邑送给。哦，就这个旗袍。对。那我们就五连拍一下吧。属于小鹿直播间，鹿晗直播间。对，我都喝昌邑。你敢挑战一个游戏，颠球。哎，可以啊。来，三二一。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3。来，后台弹屏，23箱，我们现在这个倡议。今天我们团队准备了一个盲盒，然后那里面都是吃的。其实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挑6吧，因为6是6大顺嘛。那我挑是你吃的。OK， 一吧，一啊，一。好，来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，为什么我这个？好吃吗？五吧，五是吧？那我选7，你喜欢的数字。好，一二。哎呀，榴莲特别，我太强了。大蒜加凤爪啊。以鹿晗式的一个方式来给大家上这个倡议。欢迎来到鹿晗的直播间，回来了。昌邑啊，你们爱买不买？必须得买。好喝，我身体好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对，买不了吃亏啊。对，来不了上当。对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喝了你就知道了。加一的水是昌邑100%分均。鹿主播，我们一起倒计时5位数，5、4、3、2、1，上链接。